你怎么知道曼柔在这里工作？我来之前有请人调查过你们。你回来是想要做什么？先生走了，我没有孩子，我一个人住在法国，跟夫家也不熟，也没有办法融入，所以我想回来台湾看看亲人。我想看曼柔。你也看到曼柔啊，她过得不错啊。对对对，我有看到，这几天我跟她相处，她的个性、气质、教养都好好哦。所以得谢谢你，你真的很照顾她，我很感激。因为她是我的女儿，照顾她、教养她，那是应该的啊。这几十年来，我们一家人啊都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只是，我不希望你的出现会增加他的困扰。我也不想打扰他，所以我也没有跟他说什么。对曼柔来说，我只是一个饭店的房客而已。其实我也很怕他知道我是谁，怕他知道当年的事情，他会很……哦，不会的，曼柔是很善良的孩子，他绝对不会。我只是觉得你突然出现在他面前，会打乱他的生活，增加他的痛苦。之前你抛弃他就已经伤害他一次了，现在你又出现在他面前，就等于伤害他第二次。如果你对他有一些些的歉疚，我是希望你可以不要打扰他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他，所以我绝对不会做伤害曼柔的事。可是我想他，我只是想回来看看他，跟他相处。等到时间一到，我就会走的。我请你放心好不好？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我做得到，我做得到。妈咪，哎，啊，忙完啦？对啊，你们聊怎么样？非常的好，嗯，陆阿姨呀，很 nice 的，嗯，很好相处。我就说吧，曼柔，我真的好喜欢你妈咪哦。秋月姐，之后我们常约出来见面，没问题呀。我可以带你到台北呢，四处的去走一走。你几十年没回来啊，现在变化很大的。那我就先跟你说谢谢了。不客气。你们可以成为朋友真的太棒了。真的啊，等等，我还有事情要忙哎。那我先走了。嗯啊，我也想回房间休息一下。啊，好，没问题。好，嗯，秋月姐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也是。那我们再约。嗯。下次见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
什么代志啊？问我什么代志？我才想要问你什么代志？你点么这戆心戆心啊？天暗嘛？不啊，你妈妈呢？啊，天光噶呢？你是安怎啦？先休息啦。我感觉哦，我足侪代志爱想啦，啊，不过想来想去，都是拢想无答案。我这世人不才烦过。哎呦，有啊，看你这样烦，我的心肝嘛才艰苦的啊。无安尼啦，以后我的代志哦，你拢莫插我啦，吼。虽然哦，我对这马营长哦有一点点的意见啦，不过那是我的代志，跟你一点么关系都无，吼。啊，你若有任何的想法咯，你做你讲我听，我绝对甲你尊重。主要是以你的心情为主，你心情若好就好啊，你唔通做出后悔代志呢。啊，你的代志我从来唔捌考虑啊。哇，你哪会安尼啦？想袂到我伫你的心肝内底是这么无重要哦。因为我对你足放心的啦。谢谢妈妈的放心。好啦，我今麦才坐一下，你别你别，啊，行啦。好啦好啦，我啦卖想遐多啦，吼，你想看卖安啦，我入来啊。穿啊啦，伫外口就换啦。拜托的，这个天有够热的，啊，就电话讲讲的就好啊，就一直要死我来甲吃。嗯，春花，你敢知啊？我上惊代志发生啊！你的面拢翘起来，我来甲你讲啊，这个是从外面进去的东西哦，都唔好定用，还是对人来哦。我这个心情够歹，你搁咧搞滚酸笑。好啦，你就知我咧跟你讲酸笑的，到底什么代志啊？你紧讲啦，我今嘛不是来呀。看他晕地了，免再搞勒索。来，紧，什么代志紧讲啊？曼柔的亲生妈妈江静出现啦，在台湾，伊走去找你。伊毋是来找我，伊是先去到曼柔的饭店，然后去甲曼柔接触，是曼柔介绍我甲伊熟识，我才发现讲，伊是将军，伊回来啊！娘喂，我听给我陪拢夹起来，啊啊！伊甲曼柔讲，伊是亲生的妈妈？不，伊无讲啦，将军伊讲。伊无甲曼柔讲，伊是亲生的妈妈。啊，不过伊嘛甲我保证，讲伊以后袂讲，伊绝对袂讲。江静，嘿，你真正神通广大呢哈！伊哪会知影讲曼柔伫咧饭店咧做工课啊？伊讲伊有找人去调查，伊嘛甲我讲，伊嫁去法国，伊安过新年啊。伊伫法国也无亲人，所以即届回来只是想要看一下曼柔。你听咧白，你听咧乌白讲，哦，伊安尼一路遮尼远，对法国来找曼柔，啊，佫真正去互找到，叫人调查。我甲你讲啦，所有一定调查较清清楚楚啦。伊哪有可能干呐要来看曼柔一面啊？尔？你唔能去互骗去啦！这个查某吼心机很重。哎呦，我怎样啊？啊，我即马其实做乱嘞，我真惊，真惊甲曼柔带走。我实在是唔知变哪，我唔才找你来参详。等，这件代志吼，怎样吼？我即马心情做乱嘞。曼柔早就知影伊毋是你亲生的，其实这大家嘛拢足怀疑的。因为啊，对啦，我想讲你才紧张，小讲笑一下。啊，恁代志嘛拢处理得好好啊，啊嘛无什么风波啊，啊一家嘛都很和乐啊。啊，干完啦？
是无安那，要唔过迄个时阵，曼柔亲生妈妈袂出现啊！你敢知影，曼柔即摆甲江静的相处了有偌好？江静阁送伊一条非常贵重的破链呢。你两个互动实在是有讲有笑，阁有够亲密的。从话变乱，我即摆实在我心肝内足惊啦，我足烦的，足乱的啦。你也相信曼柔啦？其实我即摆嘛想无三步，只是咧想讲。好啦，咱相信人性本善啦，好不好？这个江静，那真正讲为着来看曼柔啊，看伊过了好无？啊，恁就甲照顾甲遮好，啊，搁予伊嫁翁啊，啊，人新婚年就凡事就等于化国啊，对不？卡叔，你那是不怀善意，你想？王春花甲陈秋月有这么好欺负吗？咱武林双后呢，绝对有才调。特登去法国，咱五、林两家一定爱回好过，对吧？哎呀，维持，恁家甲阮家一家和谐，袂当让这个查某甲咱破坏。暧昧是酸甜，每一个像素的你都牵动着我微微颤抖。这女生是谁？为什么她勾着你 ？WL 咖啡四种风味一次满足。表姐，你的咖啡好香哦，我也想喝，可以吗 ？WL 咖啡陪你品尝爱情滋味，限量贩售中。